坐在这里，说我的生命想要给你完整的真实的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我的腹背朝下，我措手不及，只能愣在那里。这是没事，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，看到你没有多甜蜜，朝下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。Oh, yeah.